来过来一个哦，Moco，这个有了吗？我有了，你自己做了？嗯，对，Moco 有加了吗？没有多一个了，多两个。他还没有加吧？对啊，那他家没有指路人，真的。然后去小贺家送一个。哎呦，加那修啊！那杰克会不会不公？觉得不公？为什么别 人的不都会要，不会，他是没要事没事送，的，我的不会是事的，不会痛，不没事痛，的，我都自己做出来没事没事。然后之后都给他发什么夜市头盔的时候，哎，他这里没有，又没有了。今天每日登录奖励啊，不少做了一个，啊，抱不好意歉，思他自己刚刚少做一个，材料不够，那个材料算的时候少算一个。OK，Sorry。OK，有没有想当奸商的？奸到最后都没价值太久了，了，为什么？这就是那种想说，哎，到时候我可以那个大赚一波啊，囤超多货，然后就会不小心那个东西太晚卖出去了。对，投资失利。F 电退，我要做电发电机哦。我还曾经真的在风之谷这样做过啊，但想当奸商，结果后来强东垄西被。断哦！东西被量产就不要，然后不然就是突然礼拜三活动一马上出来嘛，量产惨。不过倒直是接真的没有了。有赚过一次，是之前他有一次那个什么活动，他送什么冬天的幸福还是什么，然后就是半小时的经验加倍，是能打得到的。啊，那时候就打了一堆，然后存放，然后就也没想到要赚钱，就只是说过了一阵子没有玩。他带回去玩的时候，哦，这价钱比超贵，世界贵那种了。我身上有一堆，超多那去买呀、熔炉发电。可那时候也没差，你都已经那么久没玩了。电炉，熔炉发电机。找到堡垒啦！好。点碳合成。对啊，这可以啊，为什么？这里好可爱哦，这里很像一个地底下的小城市之类它是蓝色的吗？的。不是不是，它是就是很像地底庄园，嗯，还有树啊，有流水还有草是不是？啊。为什嗯，么不让我对，用啊？好可爱。Hello，那个，假如我死掉，跟我讲一下。你死了，你死你了，死了，对，你已哦，已经经死死，了。你刚死了嘞，好，没有在换语言，真的你死你了，死了啊，哦，我懂，我看到，你跟我那天一样啊，换语言换到死掉，换 死了。啊，加的东西。这个是要，这个能发电吗？啊？是这样发电吗？太麻烦了吧，还要你在驱动看，啊。在看什么的发电呢？EU2 的发电机，也太麻烦了吧！这个发电机，我好想啊，可以拥有一个是什么 TH？TH 还吃我煤炭，又吃这个 TH1 啊，还是什么？烂发电机。你们要不要来过来那个小柯小啊，K 家？不是小 K 小柯小柯柯家怎么家，了？那个传送石我放一个，看你们要不要来摸一下。在地狱可以过去吗？哦，地狱应该是可以的，可是你可能贝壳会。没办法贝壳回来，好吧，稳定点。因为我发现它贝壳好像只是记录在你上个死掉死的位置，掉。对，它不会贝壳到你上次使用时间。打中文没关系啦，打中文的话，你只要跳窗再切回来就好了，就不会出。知道了，我要做另对，外一个因为发你要电。做简嗨，单的，你就会做那个什么，
还有一个是什么，就是普通的什么热能量炉的那一种就好了。因为很多吗？还好啊。对啊，就用那个先发个电下去。没有，我现在在研究另外一个发电机。发电机好，感觉就超麻烦的。真的，还要在旁边用手动手摇，电才会过来。还要手摇，也太强了吧！真的好麻烦哦。等一下，我先做个东西。还要手摇，电才会过来，太累了吧？这东西，这到底谁发明的啊？我记得它有水流的，可怕的药哦，想来吗？竟然，感觉药材的箱子应该会不少工业的东西。对呢，我比较想要疙瘩，带回去给你。要我想要三个凋零骷髅头，我也想要。我那天看那个有一个，那是 Tinker.io 还是哪一个？它里面有一个方块叫什么？好漂亮的方块。哦，好漂亮的方块，超好笑哎、欸。那是 Tinker.io 的啊。对啊，它就叫好漂亮的方块，为什么啊？好漂亮哦。啊？这个方块感觉它就什么都不能做，然后就是。没有啦，它能做的东西很强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啊。其实它能。他能做那个装饰品、矿物产量升级，要两颗。反正我就看到他好漂亮的方块，然后说：“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干嘛？”所以有人在那个堡垒哦，我可以去吗？还不行，你想被烧死吗？啊、来，好，好好，你讲的哦。没有啦，不要啦。我等岩浆退啊，不要那么急，小鬼。因为我想要凋零骷髅的骨头。啊、你是说他的骨头吗？加打头颅的效果吗？哎，回血吸血效果是不是？吸血吧，嗯，也蛮好用的。就想要吸饱食度的东西，比较在。那不是就是生铁？他是边打会边回饱食度吗？他是而且是边打会掉培根吧？他是说什么？你饥饿度到多少以下，然后你会扣装备上的耐久，然后去回你的饱食度。好、哦，嗯，美味效果吗？美味培根，太美味了。他好，身体好像是两个效果吧。有没有自动点右键的机器或是手键？我等一下就不用这个人力发电了哦，我等一下就用水力发电了。还给你人力发电，可恶！还在那边，还在那边手摇啊？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手摇电呢、啊？对啊，该升级了。隔壁家都在发电了，你这边还在用手摇？嗯，加怎么去？对，还有一个，要转世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放房间。完了，我家观众被我影响越来越强。怎么了？他说：“杰克为什么没有开台？可以帮我问吗？”他说：“嗯，这里看起来像服务台吗？”今天我就休假哦，是不让人休假就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今天我就是休假，不稳定金属是休假哦，你休假。休假，不是休假，是吧？是啊，为什么怎么听都一样？期待感觉一样。是休假。
推推推推推推推你胸口。你真的是很少女。没有啊，我记得那我看到是什么哈士奇还是什么的。啊，哈士奇。对，就是一只狗，然后每次都做蠢事。他变变成这样，所以他被分掉喽。傻瓜烹饪，点叶，英文啊，英文，什么东西？英文？那办公那个介绍？对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没办法获得电力。带魔法哦，这个好酷哦。嗯，古代魔法的书，介绍书超酷的。就进去是英文的那一本。不是不是，他是中文的，啊、他在第二排第三个。别的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英文哎、欸，哦，英文的、啊，就是我刚拿到那一本啊、哦，外面看起来是，然后点进去，嗯，英文的。我刚也是想说，哇塞，这个吧，来研究一下好了，英文的，算了。瞬间的变化。他上一秒还中文名字古代魔法，下一秒点进去之后，他居然就变成英文了。嗯，不记得。8GP， 骗你。嗯嗯嗯。要叶片，放外面就可以了。啊！只有四格的电力。嗯，我一碎不稳定金属，那、啊、算了。再发电四。所以，它有电了吧？说那个第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看。你可以要来了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啊。啊，好吧。来啊来啊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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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！啊，等我做个妆。进就是快。嗯。这边是不错啦，因为它十字路口蛮左多的，只是要整地。嗯，对，用水 TP 了，整个用不起来会比较多。哇，咻咻咻咻咻，香香香！嗯，不是我到我破土吗？你还在飞吧？不知道，我看到一些好奇怪的东西。可以直接放在外面，只要点。对，我看到奇怪的东西。可以，真的看到怪怪的东西啊！我现在站在你旁边吗？还是没有？对啊，这么少。看一下，来个 DSI 玩一下看看。DSI 区东西。好，我遇到 bug 了，你要重开游戏了是不是？哎、啊啊啊欸，我看到你 ID 变灰色的、欸，哎，你是不是观察者模式啊？我观察者，我刚刚进入一个很奇怪的异次元。哦，进入异次元了、啊。天哪、啊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玩不同的模组了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为什么后面那么多东西啊？我帮你洗澡。洗啊，让你洗啊。让你洗。洗啥？三。洗什么？骨头，讲清楚，一种骨头也不行吗？找到了，我要先打了。打什么？哥打吗？哎、欸，我身上怎么有这个啊？你又拿了什么？瓜种子。啊！你接下来要被通气喽。乖乖，我只是突然看到。肉块、欸，我拿到几个怪怪的东西，什么伺服器？叫什么？伺服器是什么？伺服器系统哦，服务系统。服务系统。服务系统。
对啊，你说开箱找